是泰国皇太后大学汉学院中国研究专业的学生，也是第19届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泰国赛区的总冠军。我从小就喜欢汉语，对中国充满了向往。我还对中国语言文化、历史感兴趣，特别是中国文化艺术，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 我对中国戏曲十分感兴趣，觉得戏曲作为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，是需要年轻人去继承、去发展的。中国戏曲剧种繁多有趣，表演形式载歌载舞，有说有唱，有文有武。中国著名的戏曲有京剧、黄梅戏、豫剧等等。 那我就给大家展示一下吧。刘邦的疆花，绿苔一片，谁说绿紫？想清想。 戏曲都有着不同的风格、不同的唱法，他们有自己的特点、自己的美，这就是我喜欢中国戏曲的原因。汉语桥是给学习汉语、热爱中国文化的学生展示自我的一个平台。我自信，我努力，我成功。汉语桥，天下一家。汉语桥，我来了。